好，嚟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，外边啊神驹马铃啊，咁啊再见到中间啦，咁啊有呢只风雷步啦，精算特殊啦，咁啊再喺外边有两只噶，阿福德堡啦，英俊飞威啦，咁啊再见到咧就埋边位置咧，有呢只就风雷步嚟噶，出边系神驹马铃啊，再见到第四位啦，外边咧就有呢只阿福德堡，中间一支箭内栏第六位红衫嘅郭大侠啊，再数后边嘅马啦，出边啊追风啦，内栏幸运同行啦，中间六三紫色眼罩喺个马林入边。庆万家后面嗰五只啦，英俊飞驹、红眼罩、尾四、香港精神啊，后面三只多多勇驹、美丽多赢啊，暂时殿后咧仍然系嗰只绿色好运嚟噶。好啦，咁转弯入直路啦，精算特殊占先半个身位入嚟嘅神驹马铃就推进上嚟，慢慢逼下佢噶啦。埋边有风雷暴啦，咁中间位置就系郭大侠啦，出边上噶嘛，有呢只就追风最出嗰边咧，仲有香港精神啦、英俊飞驹同埋美丽多赢啊，最后二百零米啦，咁精算特殊放顺咗支嚟一个身位。中间有神驹马铃、郭大侠啊，后边追上嚟嘅马咧，仲有只庆万家，入边啊风雷暴啊，最后一百米到精算特殊占先，外边郭大侠率先上嚟，中间位置仲有神驹马铃，出边追上嚟只一支箭，接近终点，郭大侠赢啊，第二名系一支箭啊，咁啊第三名要影相，埋边窜咗上嚟，庆万家同埋嗰只十号嘅神驹马铃咧就相当接近啊，结果今场赛事呢只郭大侠外边冚上嚟赢，外边冚。一支箭，第三名咧，咁啊入邊慶萬家上咗嚟，係咪過咗只神驅馬鈴咧？就要影相。啊，上到嚟四班一樣照贏。